爱玩这只只差第八张，他好像差第四跟第八吧，主要是要帮他拼第八张。我觉得拼子布过程会比单纯拼第八张还要煎熬，因为子布大概就是十万钻可以出个一张，运气好可以出个两张吧。因为子布很难出啊，还没合就哭哭脸了。不会啦，我今天其实我刚好去看了一下我的运势啊，今天强运感蛮重的。两个老板就北海罗宾汉，感谢他们那么信任我。他这边有50个嘛，50个我一次领收就是20万钻。他说直接20万钻帮他去拼制作。今天我们要帮他拼什么呢？拼这个，拼子布。但是子布其实20万钻，我觉得子布能够做出两张。能够做出两张就算赚到了。那这个北海罗宾汉他本人，他已经为了这个史书啊，前前后后花了300万台币，就为了这一个金武。所以每个课长都有他们的梦想。我们今天希望能够透过我的加藤丁之手帮他圆梦。来吧，史书，我们先2发试水温，直接上电视吧，直接上。平常心，平常心。之前不是套组啦，国父是说就是要买2张2张3张嘛，就2张3张3张，或3张3张3张这样子，就是这样2 3 3这样切换。我们试看看，现在第二发我们做3张。桌子要换了吗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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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爷爷你可以先默默的看，先潜水。3发，止步，有吗？骗你的。再一次，来吧，成功。好，第3轮应该会中了。你看，可以，这可以会中了，我感觉到了，灵感来了。这个3发一定有一张。如果照我们的国父大大的介绍，这3发应该会有一张。全台服没有任何一个直播主敢说他很会做止步的，因为止步非常难尬。止步甚，你要做这个止步的难度啊，虽然它便宜，可是他不要看它便宜，小看它，它的难度甚至可以跟止技、止晕那种抗衡的。有的人20万钻做不出半张。那我们今天期望值是能够在这些钻消失之前帮他做出2张。9:29，点929，给他一张止步。那游戏橘子，你不觉得这几率太硬了吗？你当我们每个人家里面都金山银山欸，那个几率不会太硬吗？啊，我觉得有点硬欸。来吧，直上，今天不拖了，不演了。 NICE， 北海罗宾汉6万钻一条止步。哦，6万钻出一条，这算期望值了，期望值之内，因为大概是10万钻出一条了。哦，心跳好快哦！刚刚那一瞬间，就是因为你做东西只要一成功上电视，你会立刻看到，会在那个动画出来之前，如果你点下去，如果你没有你的 ID 没有跑出来，代表你没有成功，你也不用看它跑马灯什么颜色的。来，332，感觉来了，这两张应该会中，这两张应该有一张，2中1，信不信？我好紧张哦！我现在心跳很快，我心跳好快，我这怎么的莫名其妙之点？我想说，我突如其来的点下去，结果居然它不成功。欸，我流汗了，我今天这么冷，我还可以流汗，我背后都发冷汗了。一发入魂，936，一发，好，现在936，9436，我们就4次。我们就一次，神，我操，40分，一次下去，一发，来吧，中，拜托中，拜托中，拜托拜托，你们可以今天给我鼓励一下，点个赞吗？咖喱来了，咖喱他今天不在家，我们给他一个反手。哦，来吧，那个聊天室有一个咖喱老师，他就是咖喱本人，来做一次。好了，有我们的幸运女神加持，我觉得这发止步稳，3发直接出货 ，nice， 哇塞，哇靠，我咖喱，绿色。是原谅的颜色啊，各位，咖喱一出，
那不是我在讲吧？哎，那个张老师，你看到了吗？你不觉得很扯吗？原来工程师是男的、啊，来，我们一个刷一个，工程师为了你，干太扯了，我心跳好快哦。好事成双，再来两张，再中一张，拜托，再中一张，超越期望。啊，对不起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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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、啊，来了，咖点趁热，继续，最后来吧，直接点，来，我们试试看哦，咖喱之点下去。老师，抱歉啊，老师真的没有跟天天过年的、欸。老师说加码哎、欸，他说这张直接领了，继续尬哎、欸。哇，哎、欸，他说这个领了直接尬，我怎么办？但他大课长，北海罗宾他是大课长哎、欸。他虽然没有拼文样，可是他在拼精武，他光拼精武这个史书一页一页做，他也花了几百万台币了。这个东西可能运气不好，你花个五六百万台币都还不一定能做出来。来吧，继续尬，科长说尬就尬了，我们一切遵照科长的决定。三张，一次三发，三张。没事，没错，主人都说尬了，我们不要停。再一张，拜托，橘子，橘子，我要求不多，再一张就好，拜，真的真的，再一张。再一张，我们今天凑满，凑好凑满，再一张。换小号做，蚊子哥说换小号做，换小号做好。北海罗宾汉的小号吗？好，我们今天相信蚊子哥，蚊子哥说用小号做会有好运，好，我们就听他的。来三发，三发一样，三发上子。哎呦！哦，我希望能够第三张，准备咯 ，Go！ 其实这只是做止步，只是第一阶段，重点还是要做史书。今天如果真的能够做，如果真的能够一发止步出史书的话，前面那些失败，我相信张老师他都没差。来吧，刷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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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的我没有极限，只有拍手，没有拍桌。走，第一张，一样，江湖规矩，大家都做三次之后做。第三次来了，史书第八章成功。再一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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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，再来第八章史书第二发 ，Round Two， 史书第八章第二发，开点。史书每一页做出来都会上电视，那我们这个就上电视一下，来各位观众上电视了，上电视，来吧，第八章，没错，一波八，一波紫色。哎、欸，这点呢，我这等一下。我忘了，我没有按到，我没有按到取消，我还没准备好就这他妈的，这什么东西？来吧，四点十二分，射你满脸，射上电视吧！啊，那个张老师说，这个账号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。如果你们对这个账号有兴趣的话，欢迎私讯我粉专或私讯我、啊，你们自己跟张老师谈啊。他已经快要，这是台服目前我听到第一个，因为为了拼金武而拼到快要放弃人生的哦。我们今天不估价了，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，你可以跟他私聊，跟张老师私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，期待日后能带来更多悦耳的打击声。我是丁丁，我们下次再会啦，拜。